想要透过这个镜头，也想要把待会我想要说的话跟全世界的人分享。好的，老实说，今天站上台，我觉得很开心，能够为街头艺人，也能够替评审上台说一些话。那我觉得我们先给中壢區公所一个大大掌声好吗？我其实也是个街头艺人，我在台北当了11年的街头艺人，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卒，到后来要上国际大舞台，去过了很多国家之后，我发现原来台湾的街头艺人其实都很厉害，只是他们缺乏了一个平台。所以今天给予这个平台的中壢區公所，你们真的要给一个大大掌声。好的，以上这些话呢，是讲给中壢區公所的长官们听的。我希望这样子的平台，这样子的展演机会越来越多，可以在我们中壢发生。所以我希望如果大家喜欢今天的演出的话，我们一起来个集气，我们明年再办好不好？好，每一年都办好不好？好。好了，希望台湾街头能够有一群人一起，我们越走越远，我们去更多地方分享我们才华给所有的市民朋友。然后最后我想要说，虽然今天还是上来要讲评，可是我觉得每一组街头表演他们都是无法取代的，我相信待会不管前三名是谁，都无法取代你心中的那个第一名。给自己最喜欢的街头演掌声鼓励好吗？好了，今天分享到这边，希望明年我还能够来中壢参与这个燃烧吧街艺。哇，谢谢我们的杨元庆副理事长，叫你副理事长会不会不习惯？还是叫大师好了哈。来，给我们大师一个掌声，也谢谢我们辛苦的评审老师，太棒了，真的哈。来，我们请回走哈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刚刚经过了哈激烈的统计之后，人气奖以及前三名，我们都要准备来揭晓。在揭晓之前，我们要先请我们中壢區的大家长吴宏国局长请上台，谢谢吴局长。